COVID-19 coronavirus pandemic last updated May 30, 2020. 这是到五月三十号凌晨2:58最新的数据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病例数是 ，please JJ。Coronavirus cases 6,031,023。已经第一个数字已经达到六了，昨天还是五的情况。是吗？对，我们对比一下昨天的数据。对比一下，上一个五。现在五的，那昨天是五的，现在就过了一天就变成六了。是，所以这个病例数还在大幅度的上升，这个情况还不是很好。来看一下死亡的病例数，一共是目前为止 ，please。366,812。因为这个疫情，地球上已经至少有这么多人去世了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recovered cases is 2,659,270。是的，这个恢复的病例数的比例也还不是特别的高，没有达到一半的人数，所以目前的来说，这个情况还不是很乐观。希望我们尽快能够战胜这个东西，新冠肺炎。Peace. Peace.